知道我回来晚了，我去给你买助听器了，但是我钱不够。我有一个老板，他叫一鹏，说只要我去陪他唱歌，他吃一个饭，他就给我10000块钱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。他把我关起来，虐待我。那具体有多少个人我不知道，我觉得好可怕。我只能把这个全部都当成一场噩梦。我就闭着眼睛，我就想你的样子，我想看到你笑。我就想象着你戴上助听器能听见时候的样子，我那一切快点结束。对不起。心里我不想活了。Ha ha ha.